这是什么呢？学英文？我怎么感觉好像看见谭宁特了呢？没有。他这个人吧，老是爱打小报告，真是讨厌。想啥呢？走啊，玩去啊！啊，服了服了。 在呢，清楚好像知道咱们俩的奸情，恋情了。啊？他今天来问我了。你怎么说的？那我肯定不能承认的。你就直接告诉他，能怎么着？那你们俩现在不是闹么多矛盾吗？等矛盾缓和了，我再找机会告诉他，好不好？这个王清楚是真讨厌呀。但是你。 你今天太美了，哎呦！谭金豹，再敢惹王清楚试试，胳膊给你劝折了，哥们，你。哦哦哦，起来！至于不至于，以后给我老实点，不然见你一次揍你一次。走，走。 嗯，这个回去教你。Ariel， 学校门口新开了一家酒店。你别以为我从国外回来就是你以为的那种女孩。不是的，我就是想单纯的请你看个电视。 我好喜欢你的单纯呢。我也觉得我好单纯呢。Ariel， 我是不会教你英文的。 你俩最近怎么总是在一起啊？特，在呢。最近受委屈了。但是这一切都值得。没有王清楚的世界真的是……别提王清楚，我紧张。宝宝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是王清楚，是我妈。别吓我一跳。我们继续，终于可以享受我们的二人世界了。宝宝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来了。 等会儿，来了，咱俩上座看网钱了。哇！哎呀，忘买爆米花了。王清楚，王清楚，王清楚，王清楚真的来了！你看，给，我走，我走。阿肉，阿肉，王清楚。 选一个吧。选什么呀？他王清楚算什么东西啊？凭啥咱俩谈恋爱还得看他脸色？我和王清楚必须选一个。第一，清楚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人很好。第二，你们俩现在关系那么僵。 我是不可能告诉我们俩在一起的。那就一直这么偷偷摸摸？我没说一直啊，没准你们俩关系缓和了，还能成为好朋友。我俩怎么可能成为好朋友？你必须选一个。
反正我是不会抛弃我的好朋友。那就分手吧。Ariel，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因为我就跟你分手了。谭金特这个狗腿子，我现在去找他。你别去了，王清楚。我已经好了。其实我挺想不明白的，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你想想他那脸，长得那么着急，还跟玩似的，完事头发也没几根，你就不一样了。我摸摸你这皮肤，你看看你这皮肤油黄水滑的，又细又嫩的，你这不像我，泡的跟啥似的。而且你这腿这么长，身材这么好。最重要的你是海龟，反正总之那男的特别配不上你。对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渣男都会秃顶的。要不这样子，我帮你诅咒他，诅咒他变成个大胖子，没有女人喜欢。得让他这辈子都当不了男的，下辈子也不能当男的。不行，下辈子必须是个王八。那活得太久了，那让他当个烟花，不，转瞬即逝的那种。我和你说，下次如果你再找男朋友，你就带孙美男去啊！那男的要是敢对你怎么样，让孙美男一拳，对不对？打爆他的靠谱的那种，一肘把他击飞！越越越！哎，心仪，你也来健身？我来找朋友。啊，中午一起吃个饭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节食。拜拜。韩国那些韩剧里面的老太太，你的泡菜呢？